那到了北宋之后呢，中国的青瓷颜色就比以前的颜色很手工好了，刻画。这件其实还要看，因为它的表面上有大半的裂纹在开片。这开片是怎么装出来的？其实很有意思。1000年前呢，中国有两个人，一个叫张生一，一个叫张生二，两兄弟。结果两兄弟呢都想进皇宫给皇帝烧瓷器，那么皇帝就说了，你们两个比赛，谁烧的好就选谁。结果弟弟呢特别坏，他地上呢扒了一把土啊，丢在哥哥的右缸里面丢进去。那么哥哥是不知道，哥哥又被人剁了手脚，就去锅里面烧了。结果这样的又烧。这个无含铁。这个无含铁。含铁，烧起来变乌色的。一只蜜蜂，一只猴子，这个三个东西啊放在一起就可以升官了。那很多人说对，什么意思呢？重奏下。这个下面的，哦，这站在这里，当时就是给皇帝用的。哦，皇帝用的。正中间那个啊，正中间那个就是当时宋高宗拿来吃饭的碗。最小那个就是茶杯。那么这个时期当年在这里怎么做出来的？我举个例子啊，如果皇帝说了，他说碗啊，我想要两个。各位，皇帝只要两个碗啊，工匠在这个地方大概会做100个碗出来。那么烧100个碗需要多少柴呢？需要2万斤。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柴？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烧瓷器的最低温度。有没有人知道最低温度是多少？但是如果皇帝只要两个的情况下，你是不是还多了8个出来？那么多的8个也会被敲碎的，因为如果你不敲碎了它的话，万一这些好的瓷器流到外面去，那么皇帝和百姓家里面不是用一模一样的东西？所以最后我们汉朝再到宋，然后最后到底的那个就是清朝。宋朝、清朝、秦什么？秦朝、清朝。那我们这样摆放，你们就能看到瓷器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，对，很有意思啊。那边最老呀。就走到最后就最老。最清朝的，这个是清朝的。这是秦朝啊。那这里有什么？这是什么朝？哦，元朝。他过来什么朝？然后这个是唐宋。唐宋。哦，唐宋。宋汉。东汉六朝。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就从秦朝从这条线开始啊，这条线开始往后啊都是瓷器，但这块就不是瓷器，这块是陶器。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，陶和瓷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们记得一个就好了。就陶呢是会透气、会吸水的，因为陶有毛孔，瓷呢是没有毛孔的，所以瓷是不透气、不吸水的。所以如果你们家里面喜欢种点花花草草什么的啊，没有，瓷器有用，陶器一般没有用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如果是碗的话，陶也是做碗，这陶做碗有一点点。这上炸了，这上炸了，升级了，过来接了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茶杯。过来东汉六朝，唐宋，那是唐宋。清明，元朝。然后我们品种呢只有两种，一种是长青的，这个很值得，而且又好带，这个有刻花的，带回去就这个呢就是，好带，然后就是这个啊，这种没有花的，这个就是一个 Q 版的，圆圆胖胖的，但是透明的，对，你用起来的话，它是透光的，啊，都没有，啊，这有花，邓飞做不了的，邓飞我尽量不希望有花。哦，这是顶头哦。哟。你这是什么地方的美女啊？嗯。哦，我这里，我这里。进这啦，进油菜啦，挂大刀啦，酸锅国际啦。
因为当时啊，他的这个首府不在这里，在哪里呢？在河南省，啊，在河南省。那他是被金兵啊追到这里，临时安顿下来。所以呢，他第一个他在这祭祀所用，第二个呢，他也为了窘迫人心，他说我要用一块地，我每天来种地。然后呢，整个田用牛皮帐把它围起来。那每天早上皇帝会进去，下午会对呢，加中针呐。哦，这杭州中针呐。那个会加中针呐。杭州会加中针哦。嗯，你这拢不加。反正现在，不然咱的捷运中站就是像安尼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对啊。哦，拢总会加，唔要看我坐会加。捷运嘛是安尼啊，不是啊。哦，看下坐火车，杭州的火车站吼，是啊，唔是？哎，我讲这钱塘江什么塔？那马上呢，我们就到钱塘江边上拍拍照啊，2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拍完以后呢，我们就出发去这个苏州了啊。超轻回岸了嘛？超轻回岸，没岸了，没岸。哦，大，嘿嘿嘿，跟咱台湾的这口头禅，可以呀。那你没岸了？哦，钱塘江。啊，你走啊，想要创啊啦？你走啊，我，你嘛走啊，我翕一这是杭州钱塘江啊，等一下啊！说钱塘江，不要听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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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十五块，看不出来，在水里面那折射。三十五块。听到说没考上。啊？发生过婚姻关系？啊，他和多少个女人发生过关系？我不知道。啊，婚姻关系只有四个。那蒋公的原配夫人叫毛福梅，啊，那是他老家的浙江奉化的，那个是父母包办婚姻。这个毛福梅的岁数比蒋介石的岁数还要大，那是父母包办的，那后来呢，他有去纳小妾，大家都知道，在过去的时候呢，男人娶小老婆是合法的，那会儿的男人非常的幸福，娶小老婆是合法的，那娶了两个小老婆，一个叫要去一个，后天早上我们要去一个泥湖公园，那个地方啊，最早呢就是范蠡和西施隐居的地方，好了，那由此可见呢，过去的一个女生的魅力啊，能使一个国家都去灭亡啊，那气质会比较好，那第三个呢，说话声音好听，
实际上各位不管是到上海还是到杭州还是到无锡还是到苏州，当地人说话你们一句也听不懂，除非祖籍有这个地方的啊，那否则的话呢，当地人说话呢，那应该一句也听不懂啊。当地人说的话呢叫吴方言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吴侬软语啊，吴侬软语。那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也都有差别啊，你像上海跟杭州啊，杭州跟苏州。寒山寺，苏州寒山寺。来，小车各位。其实我也就是怎么会来到家的，其实我也是想来的，我想去看看，一看就是假的，但我人家找给我真的是吗？是的吧。在乌鸦这里。寒山寺。无啊啦，后壁无人啊啦。有啦，有汽车嘛，伫遐你有看无？对啊，迄是汽车啊。汽车啊。那苏州嘛有鸟巢嘞。
这个都鸟巢。苏州嘛有鸟巢啦。真知府啦。加成，去呢？瓷器是我们这边的啊，江南的啊，江南的啊。那这个带的饰品，宫女太后带的饰品也是江南的淡水珍珠，对不对啊？那家具也是我们苏州的工匠做出来的啊。在大陆呢，这个有两个地方做家具做得比较厉害啊，一个是广州的叫广做，一个是苏州的叫苏做。那些精美的红木家具啊，都是苏州的工匠啊一斧凿把它做出来的啊。那就连皇宫地处的地方啊，那北京的故宫最早的时候就是明朝的永乐年间的我们的工部郎中，这个人叫蒯祥蒯鲁班。这个人叫蒯祥蒯鲁班啊，那他修的，再看小姑娘啊，身材好，说话好听，气质好，还有呢皮肤好啊，皮肤好。那这个皮肤好又要分成几方面来说啊，第一个，江南是水乡，空气湿润，空气湿润以后人的皮肤就好啊。第二个，现在的女生呢要去美容院美容，要去买化妆品，要去保养做面膜怎么样啊。那我们江南的女孩子从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美容了，用的什么呢？珍珠粉啊，用的是珍珠粉啊。那我们这是太湖流域嘛，太湖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淡水珍珠养殖地啊。目里面有写到说，珍珠粉涂面令人润泽好颜色，珍珠粉涂在脸上令人皮肤好颜色好啊。那并且呢，家阿周无锡的上面苏州啦，也搁咧无锡，无锡也未记。哦，即苏州。苏州。运河哦。运河啦。江正六市。江正六市啦，还有这水阳，水阳镇。Thank you.
这是苏州历史博物馆。苏州太湖，哎、欸，这哎，无、欸、这算迄个无锡嘛吼、哦，无锡啦，唔是苏州啦，无锡太湖。无锡的器材是做得很大的啊，做得很大的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个马上呢，我们就会去我们的这个三国城呢去参观。有几个注意事项呢，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的啊。第一个，那进去以后呢，这个景点跟别的不一样，这也是算得上是一个大点了，我们行程里面最大的一个点了啊。各位一定要跟好我啊，那不可以像那样的话啊，你走你的，他走他的啊，因为你不跟到我，你坐不了船，你看不了秀。啊，所以说麻烦各位啊，一定要跟好我啊，麻烦各位一定要跟好我啊。那要哪个地方我都会有自由活动时间给你们的啊，麻烦各位一定要跟好啊，一定要跟好。三国城，无锡三国城啊。
你买了一个。我感觉能够买一个。兵马俑，孙膑呐，哦，孙膑，啊，孔明弟啊，孔明弟啊，哦，因坐拖车呢，哦，坐拖车，露营呢？是啊，你无出条，你就去运动卡。快点，快点！
好，上船。Thank you.
演出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的观众朋友们。是拍三国志，烧船第一只，只烧烧掉十七条船，但是这是拢假的。征收收那么多条船，成本会太高。哦，一搭帐篷的，这是拢，起码用模型，这是拢，正经的模型安尼啊，拢烧假的就对啦，烧烧只烧船啊。后宫。后宫洞房，我先洞房一个啦。啊，不，你用安尼怀啦。诸葛孔明。那是要爬起来啊！伊啊，大家算八块啦，全体拢伫遐伊讲敢去？哦，是啊，哎呀，那有遐紧呢？这科技厉害。伊今日咧八块啊，八块几块？偌济迄落？啊，偌大张？啊，伊妈伊都安尼，伊可用表框起来呢。安尼啊？你表框呢？是哦，现在莲花。莲花呢？闹济。哦
线去。厉害啊！那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呢，我们就去我们的这个田字坊去看一看。我不太敢落山。这是上海市。所在啊，无迄落啊，无位啦。上海市讲30楼以上的楼，是讲有4000几栋。哎，遮个有哦。
来好了，来。从前的虫啊，阿姨嘿，弄个剃掉，把它拿掉。来，各位哦，麻烦各位，那一会儿呢，麻烦各位下车动作快一点，因为上海，我有说过停车场会比较少，那师傅临时让我们下啊。那下来以后呢，跟着我走到那个田字坊的那个门，横着的这条路叫泰康路，竖着那条路叫思兰路啊。那思兰路上面有花园洋房啊。那大家呢去逛一逛，然后外国人多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自己的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保管。现在是当地还有也要考虑。我的车。啊，对啊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横着的这条路叫泰康路，竖着的这条路叫思兰路。那这田字坊就在这边，我们正对面的是三号门。那大家逛一逛，5:50就在这儿。那化妆室，那商场里面进去里面会有化妆室。来，5:50就在这边，三号门田字坊三号门，好不好？用大楼叫人借了这日月光。哦，啊这本数，十波拢一只啦，啊十波拢另外一栋哦。那十波的厕所在这栋，小姐厕所在这栋，比较远。我以为是因为它是一个圆的，然后是一个字，然后这个是这是报告呀。平燕，燕平。走去警察局报案呢？是啊。嘿呀，嗯，尾仔在民宿当着。这是什么大楼？日月光大楼。什么水家啊？是泉州啊？不，对面一条街。那是是公司呢。这是百货公司，在对面那条巷啊，哎，好远嘞。哎呀，我这些最起码都无啥好弄啊，弄。我倒是。蛮贵咯啦。你得按那个表啦，现在水无对粉皂啦，都是铁的，都是。我是找个粉皂吹就对，我想来遐找你吹也对。哎，盆子黄的。哎，黄甲的换。没了。这还有一条。用这些瓦块 ，OK。
我一家了，一家了。我家。我家这边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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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我看到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，在上海，就是那一点。没落啊！哎，老赵还主要是为你们老赵还赚钱。没落啊！没落啊！没落啊！我。我们这家最低的十块钱的，外面的二手卖十块，老赵还赚钱啊？是不是用九十块的啊？对，这边是。都是桂花，茉莉花。什么？本来的生意。还吹不啊？你的花呀？我看下不？啊，你听到有电话嘞？有吗？这间啊，今天今天出药吗？哎呀，贵！人呐，他们经营，刚刚营营那家经营。哦。啊，应该行啊。主要人多。这都好加些多啊！哦，开完头哩。怎么样？不啊不啊不啊！还是讲老话呗。安尼哦。是啊。要看无啥拢人啊。要分头。这都有人行嘞，有人行就是有路。嘿呀！够吧？啊，无啊。这卖这些物件。耶，刚好。羊
羊肉。啊？九十九。九十九。九十九一条，一百五两条。一百五两条，那几条都。嗯。哎呀，别弄的太小。上海的这也上海的
快点翕起来。乖乖，喂，谢谢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，来，哎 ，OK。城隍庙。这不得呀，我这不得呀，刚刚错了啊，能不能清理啊，看多久呀，你行了，拜拜。啊，我坐咧湾亭，啊，大门伫底，知唔知？啊，蟹黄灌汤包伫遐啦。哦，蟹黄灌汤包，哦，这间，哦，迄间啊，哇，排队我唔捌咯。哦。哦，排啊，惊死人。哦。对哦。哦。对哦。金碧辉煌，哎呦！哦，真的，咦？有豆腐酱在。蟹黄，蟹黄汤，汤包啊，蟹黄汤包，哦，哇塞，哦，乖乖。看你要吃无？你要吃你就甲买啊！吓啊！你这个还没领哦？还有这少两小笼包。没那种数哎，没那种数哎，我也是用用细的啦。啊，那汤包没？哦，这汤包的要这样吃啊？他管怎么吃？一来这汤啦，哎，一来这汤哦，一来这汤啊，哎，板呢？哎，好奇怪，来这板，来这板啊，猪啊，八一万的哦，里面有蟹黄啊，哎，那蟹黄，十个，十个多，我那嘛无讲真相哦，七十个。嘛，无讲真相吼。两件事就是他而已。吃啊，你们吃你吃。哦，这个情况没有水。
你困啦，想笑影哦，哦，水啊，哦，来一节啦，带一节啦，哦，带一节。放啥？大标。啊，唔知，睇唔睇看？你啊？咩你啊？做生意啊！我这讲那个讲吼，叫做庙哦，无看庙啊。庙可能安台面顶啊款嘛。今仔有较上大机。
不是啦，东方民主不是安尼啦。都唔是啲嘢，唔是啦。水油。要爬去你面顶啊？没啊，这都外滩啊？嗯，较紧啊？没啊，真早啊，没。是半夜时，没爬过，是半夜时啊。卡悬嘞，你啊卡悬嘞，都卡悬嘞。哦。啊，这么黑长，黑那个比这个还悬啊。这个是不是最高的啊？对啊。哈。啊，那一个是东方明珠。这比东方明珠，这比101还高啊？谁谁等？第一高，现在全世界第二高嘛。哦。哦，这个这几年才完成的吧？哎，还没建好。还没建好啊、哦。630米，130米。哦，东方明珠。对啊，我就跟你讲，这个你明天暗暝讲。哎呀，哎呀哦，哇，清嘞。不用录影。上海滩呐、啊。这边。对呀，这船啦。哦，这船啊。对呀，你会使坐船啦。哦，遐一只咧走。来啦，我冇咧，我先来。嘿啦。哦，往边走干嘛？哦，这在海边啊啦。这是外滩哦。用鱼尾一半摆用鱼会使鱼无？会啊。这鱼尾水。鱼尾较歹一寡嘛是可以啦。东方明珠先甲翕起来，唔知会怎样你来带，你来上来。上海滩。即马这栋是世界第二高的大楼。诶，讲九点几哦。啊，即马几点？我不知。哦。九点几。来，东方明珠。这是上海滩。看看这上水，这上水。哦。啊，来一边诶。亚上海就是安尼啦，这是亚上海啦。来一边啦，来。好啦。这边那边换一边啦。Thank you.
双板多的。你有去无？我来。有啦。我来呢，这都在呢。没有。好吧。大家也都欢喜，在船内哦，大家都欢喜。还没走。对啊，我看到一只船。哦，你等啦，哎，坐下等。好，来。这边是陆家嘴。嫩呐，这条江呢，就是上海人的母亲江，叫黄浦江。卢浦大桥呢，是由一个著名的桥梁设计专家叫李明远先生设计的。这是一个钢结构的桥梁。那马上呢，我们就到浦东去，因为我们的中国馆也好，那我们的这个小峰翻译。这回茶馆较早是艺术表演中心啦，即嘛，树木料的先尔，全袂后变入公司。
做你去啦。拜拜，我带你被行下车嘞。这只酒吧的反潮的哦，两只大坑呢要出门了哦，这只中中点的啦你看这个头前这只敢若搁较大，这边那只较大啦，安尼哦，那只上站的你。